大家还记得那个害怕小学不收的豆豆吗？终于在生日这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豆豆上幼儿园去了，我就一个人来学校领录取通知书告家长书。到了到了，收到了，我好开心啊。接豆豆去了。谢谢。我们今天把录取通知书拿到咯。我的生日礼物到手了。对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待会儿妈妈给你看好不好？当当当当，看这是什么？开心，开心。对了，妈妈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礼物了。刚好今天生日收到了，是吧？对了，妈妈，我要抓紧时间康复。还有两个月，我就要成为小学生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加油。好棒啊，宝贝儿，穿的也漂亮，走的也漂亮，走吧，妈妈在后面保护你。对，放放松松的走，没关系，宝贝儿走的特别好。温暖的风呀，吹开心里的花，去年种的云朵正在发芽，长大吧，白色的萌芽，长成一片草原吧。谁在唱歌呀，让那小雨落下，去年种的云朵正在发芽，开花吧，心中的种子呀，开出一朵透明色的花。